果用地球的尺度去計咧，啱啱咧就等於366 μ/s 嘅。嗯，用個尺度去計366，去計個 Megalithic Arc Second 出嚟。如果我哋用月球去計咧，就等於100 μ/s。啊，總之計得盡。係啦，除得盡，除得盡。嚇，咁如果我哋用太陽去計係幾多咧？係等於40 μ/s嘅。即又係好盡嘅，又係好盡，唔係話計咗419,000+一個，即係唔係四捨五入撇走咗唔等於五嗰扎，而係佢去到有個好好近好近嘅數，即係可能佢講緊4碼裏邊，可能40001，佢哋都推斷咧，其實呢啲咁嘅嘢會唔會係設計當中，即係好似我哋頭先講緊距離以至到大小嘅比例，會唔會呢三嚿嘢其實係設計出嚟嘅咧？如果想收睇更多精彩内容，就上 MJ13show.com 以$65三个月订阅节目重温啦。